你今晚吃的有点多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烧二师兄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葱姜料酒去腥。我觉得猪肉、羊肉、牛肉都不如你这块心头肉。加入屏幕上的香料和调料，盖上盖子，大火收汁。肥而不腻、超下饭的红烧肉就做好了，用来拌饭简直绝了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